佢喺公司已經俾聘我。好，嚟啦嚟啦，誒得啦，而家好玩具 TV 翻嚟啦。今次我哋嚟一個 PK 喎，阿嘉。隻抽隻抽隻抽，我係笨大嘅。嗱，我係呢個海洋糖啊。OK， 咁咧就係最新嘅新二號機嘅造型，好奇葩嘅一個設計。但係睇完套戲之後咧，就覺得非常之正嘅。其實好型嘅，我覺得一開頭出咧，我已經覺得好型嘅，即係。我即係雖然上一集唔知點解二號機同八號機又溝咗一半啦，咁但係去到嚟到呢一集嘅時候，我一睇設定，哇好型啊，加咗軍事味嘅二號機，其實即係完全估你唔到。嗰一半都呃人㗎嘛。係啦，嗰半個呃人係啊，咁然後之後咧，咁其實佢出啦，咁嗰陣時我買嘅時候咧，其實呢個 Bandai 版係未出嘅，即係 Robot 雲版未出嘅。咁其實咧，我哋見到有啲師兄就攞只山口式。呢只海洋糖嘅版本出嚟咧，我就喺度睇揀咗好耐，咁我最後咧係揀咗呢個海洋糖，而且咧我周圍讀我啲朋友咧，你要買海洋糖啊，千祈唔好買 Robo 雲啊咁樣。咁好啦，我哋而家係時候就開就開箱啦，一齊開啦，係啦。咁就Robo 雲版本係雲限嘅，應該係。是吧？是啊，雲限的，雲限的。那就應該$700多了。那港雲好像開訂$780。是。是啦，那街的話就平均八字頭啦，這樣。那而山口式這隻呢，就開訂的時候好像是800多-900那麼上下的。那現在呢，你在香港都挺難找到的。那我就不在香港買的。OK。是啦，那買回來的時候大概$700左右啦。那但是我是完全是震驚的，我見到的質素。好啦，Siri 可能幫幫手聽一聽這個位置。咦，我有點時間開了這個盒。好啦，就先看了我們很熟悉的 Bandai 朋友版本啦。眼見呢就是一罐 Mobile 雲佢 Eva 嗰啲規格啦，就基本上都是啤色比較多啊，係咪？哇！都唔係比較多咁簡單。啊，全啤色嘅，咁就近乎只有啤色啊。近乎只有啤色係啦，咁就冇比較冇傷害啦，咁就未見過三口色之前咧，我覺得呢個都好靚仔㗎啦。嗱，咁試個頭，我特別中意個頭嘅。係咯，都好精彩。都好精彩嘅，但係冇俾我冇傷下啦。咁就可以睇翻主體先啦。咁樣兩個拼一拼。咦？咁喺呢個時候，我哋望又望一望下呢個三口色海洋堂嘅陣容啦。咦？你講個價錢嘅？講咗啦，頭先講咗啦。你而家想知啊？翻屋企翻睇。係啦，咁我哋咧而家嚟睇下海洋堂嘅陣容啦。咁海洋堂就分咗兩層嘅，咁一層就主體加槍啦，另一層係個背包。咁同Bandai 嘅唔同咧，佢背包係裝咗成一體嘅。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個大家個比例上邊啦，即係身形比例啊，或者各樣嘢係有啲唔同啦。咁支槍，咁包括埋身體，包括埋個背包。是近乎完全上色的，而且還有一樣東西，有五吉件的。哇，上色是真的差字喎，兩隻有分別的。沒錯啦，咁啊呢個時候我拎埋出嚟啦。好啦，咁就睇翻左邊嘅選手啊，就係Bandai嘅 Robo 雲嘅新二號機啦。我咧轉一個圈俾大家睇下整體嘅上色效果嘅。因為佢背包比較重咧，所以有少少前傾先可以騎得到嘅，如果唔係咧就會 PK 噶啦。有冇見到背脊嗰堆嘅武裝啦，或者啲喉管啦咁樣嘅，全部都係啤色嘅。咁就我個人最欣賞就係佢個頭，我覺得個頭係好靚仔嘅。我哋試下 zoom 埋啲睇翻個頭先。我高少少個頭。二號機的頭是我覺得這個是很漂亮的。好，來 PK 跟著就可以白得口的。好，再看看這支槍，是啦，這支槍跟著就進入 PK 賽了。好，兩個主體來先。好，來吧 PK 啦。你還有一樣高喔。好啦，左邊嘅唔係喎，呢邊咧鏡頭嘅呢邊就係，係咪企前少少？係啦，就係烏博雲，呢邊咧就係海洋堂嘅俗稱山口色啦。
又見到 Bandai 高少少，好似啊，可能同我頭細啲咁。可能個鏡頭咪要遠少少，可以又褪翻厚啲，褪翻厚啲。好啦，係啦，咁就。海洋堂嗰個頭咧係好有海洋堂嘅風格嘅，使唔使惡翻高啲個頭？咁就係係係。咁整體個雕咧，雕嚟講咧係海洋堂嗰個版本係嗰啲線條係狂野好多啊。係，其實咁樣嘅嗱而家大家睇到兩個身形啦。咁我咧喺買之前咧，咁我就做咗啲 research 嘅。咁有啲師兄咧就將海洋堂的這隻和電影裡面的造型站在個戰艦的時候放在一起過的，那也都有同時將 Robovan 放在一起過的，但是會發覺 Robovan 自己做了很多些修改的地方，就比如說是將個身形呢可能配回他之前出過的其他 Alpha， 就將個頭加大了很多，然後腰做短了，那或者是手腳的部分呢可能小腿短身一點這樣的。咁相較翻之下咧，其實睇翻海洋堂咧，佢個頭個比例整體細好多，咁個身體長啲嘅，咁而啲手啊腳啊都會長身少少。咁如果你睇翻套動畫入邊個狀態嘅話咧，其實我自己就會覺得海洋堂比較接近於嗰個狀態。不過咧我諗因為山口式咧，其實喺電影上之前就已經都一段時間嘅時候已經出咗噶啦。咁所以咧，嚟到好多喺啲細節嘅表現上面咧，其實係不及 Robovan 嘅。咁比如算係個頭嘅細節啦，其實你會見到 Robovan 對於個頭嘅細節嘅掌握，即係例如眼珠係個圈啊，或者係眼罩上面打交叉啊，一啲交叉位係啦，一啲嘅細節咧，其實佢跟翻套劇入邊嘅表現嘅。咁山口式就係、是跟咗自己嘅風格去將佢做咗好多修改嘅咁樣樣。但是如果是單從呢個細部嚟睇咧，的確係山口式嘅細節位係多咗好多嘅，同埋上色位都多好多。好明顯係條腰已經大家好有分別。係啦。咁而另一樣嘢啦，雖然你會見到海洋堂嘅版本咧，其實佢個顏色分嘢細緻好多，咁但係咧佢其實好多件咧係一體成型之後再噴油嘅。哦。咁但係相較於咧，其實 Robovan 咧有樣嘢就比較好啲，因為佢想慳工啊嘛。嗯。咁咧一慳個上色工就會輕鬆好多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將好多分色嘅件，即係比如說係心口嘅上面有條帶嘅，即係白。白灰色的帶啦，嗰條係佢完全拆件做出嚟嘅。哦，咁甚至乎個身上面嘅夾綠色嘅部分嘅夾咧，你都會見到佢另外裝一件吸上個身上面去做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喺一啲夾與夾之間咧，其實佢係有離空咗、挑空咗嘅部分，佢做出咗另一個嘅層次感咁樣樣咯。咁而另一樣咧，可能係個背包，即係大家都會見到舊病都犀利。哦，呢個真係爭太遠。Robovan嘅背包咧係完全除咗啲飛彈餅之外啦，基本上完全係冇上色嘅。咁而海洋堂咧係無論飛彈餅好、圍圈好，或者係一啲分級啊，甚至乎呢下面啲袋，即係袋仔或者管咧、喉管咧，或者係一啲銀色嘅飾件全有上色嘅。不過咧海洋堂做呢個嘅時候咧。佢就比較即分件嘅時候咧，其實佢比較求其啲，佢大部分係前後殼兩件，或者係一件就後邊塞翻件件咁樣樣。咁但係咧，你睇翻Robovan嘅話咧，你要見到呢啲咁嘅飛彈咧，其實呢啲位置咧，佢係直頭有做到一個分件啊，有個粒級喺度嘅。咁海洋堂因為慳工慳件嘅關係咧，你會見到佢直接噴色就算啦。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係兩個公司去做同一個產品嘅時候。去做一個成本管制之下，用不同的風格去表現出來的這樣的。其實 Bandai 這些拆了件，其實它直接另一啤另一個色，那它裝回去就又可以有另一個味道了。那不知道為什麼，畢竟其實它都收得不便宜。是的，但是有比較之下呢，我就即對於海洋堂那個背包那個細節度呢，真的讚歎很多了。甚至乎你在上高只是那幾支管啊，那個細節度你都見到跟 Bandai 就咁一條銀色嘢都爭好遠。啊，沒有對比，沒有傷害。啊，沒有對比，沒有傷害。而最傷害咧就係包下低呢一橛嘅部分嘅上色啦，你可以 pan 落少少。嚇，呢個係最決定性嘅，見到嗰個優越啦。你見到睇下海洋堂嘅呢個。綠色的地方的上色，和那條啡色的喉管。
啲布嘅包邊啊，啲包包嘅顏色啊。跟住噴射器嗰度，海洋堂係有個紅圈，有個紅圈嘅，而Woven咧係純粹係啤色嘅。所以其實當其時咧，到我買海洋堂嘅另一個原因都係因為，哇！個背包真係癲咗，我完全覺得咁樣企佢。但海洋堂是有啲難企，因為個背包好像比較重身。佢係買咗難企㗎啦。呢個新關節嚟㗎，冇以前嗰啲一級級㗎，係啊，改曬㗎。好嘅，好嘅，又。哦。係啊，即係如果係 Bandai 贏咧，一定係個頭，個頭真係贏好多。而且 Bandai 有樣嘢個頭贏係咩咧？贏喺佢可以擘大口嗰度。係啦，我哋好高翻少少啊，唔該。可動性有點啊？可動性就其實呢個嘢都整得好勁喎。我哋玩埋睇埋支槍先，咁你睇支槍落。好。我哋再 PK 埋支槍啦，睇下先，我哋可能要厚少少，要厚啲，上下，好咁樣啦。size 已經分出勝負啦。係啦，你見到個上色已經知道有乜唔同啦。咁啊，下方嘅係海洋堂啦，你會見到全上色啦，即係包括黑鐵色啊、紅色啊、白色啊，甚至乎係有啲細件，即係可能例如呢啲咩飛彈仔啊。都是會去到做一些上色的。係啦，好，另外一面。detail 位仲多咗好多。你見到個蛋呢、這個蛋鏈嘅物體咧，呢、這個造型都是有風格好多嘅。而 Bandai 咧就係好平鋪直敍啦，叫做係。其實我諗喺細節上面有機會 Bandai 先係還原，因為即係畢竟佢即係山口即係海洋堂啦，有山口老師嘅一啲加持啦。咁喺一啲造型上面。可能他會跟著自己的審美去選擇有些不一樣的地方的，但是呢Robowin 呢就有些地方就更加還原的，就是什麼呢？例如這個槍管呢，你會看到它有挑空，它是分了件了，變成有三條了。海洋堂這個是一餅過，是的，中間是密籠的，密籠的，還有尾部這裡有個插頭位的，是的，那就海洋堂就沒有了，有些繩仔啊這樣的東西的，那各有風味啦，我覺得是。咁唔知道大家會點揀啊？價錢差幾遠、啊？但問題係，如果你儲開某個系列嘅，你都要儲埋佢嘅。如果唔係咧，玩起上嚟咧就比較困難啦。嚇！而且海洋堂係有 effect 嘅。哇！你有 effect 嘅咪？係啊。Bandai 竟然冇 effect。你可以另外選擇購買 anime 版高達嘅 effect。好，我哋再近少少睇埋個側邊。喂，好似兩個人去旅行喎。孭曬背包去準備行山嘅佢哋。嗱，你另外一個細緻位就係睇翻佢個三支嘢嗰個著色啦，你就見到兩間廠嘅優越或者唔同嘅地方啦。哇！個心口都唔同。係啊。得意嘅，連個膊頭嘅標誌都唔同形狀。係啊。係啊，好得意啊！個膊頭標誌都唔同。海洋堂其實改咗好多嘢。即係 Bandai 個就跟設定嘅。未必一定完全。可能部分啦，因為其實咧，佢電影公司翻嚟嗰個 3D file 咧，你唔會想用啊，因為都幾肉酸嘅。嗯。係啦，咁所以我諗佢跟住插畫去做咗好多佢自己嘅修改，咁所以唔係完全電影嗰回事咁樣樣咯。好啦，啊，試下 close 下頭先。乜想 kiss 嘅？係。啊，你以為我是誰？啊，呢個就係個頭。下排好突出，兜好多。係咯，係。Bandai 個就 Bandai 係額頭突出，但係 Bandai 嗰個就係我睇即係睇動畫入邊就好接近嘅樣啦。其實海洋堂呢個係秉承於舊二號機以前嘅一個風格嘅，即係個下排好兜嘅呢個係，其實個下排係好舊二號機嘅樣式嚟嘅。啊，佢條頸都好長，其實係啊。好啦，咁中意邊個就大家自己決定啦。呢樣嘢就冇所謂嘅。而家就應該係海洋堂，即係買到嘅話就可能係海洋堂個價錢會浪少少，因為 Bandai 啱出咁多貨啊嘛，暫時。咁過一段時間之後就先會分高下啦，咁樣樣嘅。但係都要睇翻你玩開邊個系列嘅，你儲開就儲嗰個系列嘅，通常都係。都冇所謂嘅，我覺得。係。高達個身高都一樣。好啦，咁就簡單 PK 完。我有個休息嘅地方。啊，仲有一個清水地台嘅。係咩？我都有啊。
你個優勝嘅地方喺邊度啊？嗱，就紅色咯，可能同哦，咁啊睇下你中意紅色定中意透明啦。係啦，喂，引字都唔引啊，衰就係，唉。嗰棟睇唔睇啊？嗰棟輕輕扭下啦，扭下扭下，好，一人攞一個，一個，一個。咁啊，我拆咗背包先。我睇呢兩個版本咧，都冇佢背脊嗰支嘢喎。咩噶？佢腰度有支嘢插嘅，係咪？嗰啲裝佢身入面啲夾係唔拆得噶喎。唔得嘅。唔得嘅。同埋我始終可能仲未出現嘅武器咧，就有機會喺會唔會出武器包？我哋估喺八號機嗰度咧。我俾你睇下嗰個可動先。哇！呢個係咩啊？變獸形態。佢呢個腰。海洋堂要打斜打真俾人睇下先。哦。而 Robo 雲條腰係近乎沒有可動。哇！點解你有咁多嘅喂？嚇、啊！都話佢條腰係多咗㗎咯，你都冇腰。嗱、哦，我哋或者直接睇下條腰個可動有幾多啊？我哋偏翻高少少先。睇下執翻緊都執。嗱，睇下我條腰啦，係啦，而家係直嘅，向前彎啦。佢有兩係咪兩節啊？兩節啊，上下各一節啊！哇，你冇啊你！可動夠膽挑海洋堂 ？Band 帶冇啊！啊，你翻去玩下我英嗰啲先啦、啊。我冇喐過個 hip 噶。哇！我呢個 hip 係直身噶。你睇下我 hip 係冇喐。啊，同埋睇翻後面條腰嗰個上色都係爭一大橛喎、啊，大佬。你個腰係有一個顏色上色嘅話，幾多 detail 啊？你個背包嗰個入邊灰色嘅地方啊？大髀後邊啦、啊，同埋。大髀嗰個上色都好緊要，佢都冇曬。係啦，咁啊啲膝頭哥可動咧。哇！不相伯仲。係啦，咁但係咧，Robo 雲啊輸一樣嘢咩？腳腕個可動係好入嘅喎，Robo。係啊。我都有少少㗎。我呢個係山後式波波嚟㗎嘛。係。係可以咁樣。哇！但係呢個腰真係乜都冇。Robo 雲嗰個腳腕嘅可動係好入嘅，我之前上網睇，你得唔得啊？E字碼喺評測，但係最盡幾多啊？你一字之餘個腳板底要貼到地下喎，係。你貼唔到地啊？唔得啦。好啦，咁就入會啊，轉會啊，轉會啦。係啦。想點玩就點玩啦。玩具是自由的，那啊，錢是你的，怎樣花就自己決定了。好，玩住咁多先，轉頭見。哎，盲嘢啊！好。